PowerPoint， 然后一方面所以我大概只能用发的，因为我在讲什么东西，如果没给你看到 real material， 你也看没办法想象。然后我没办法印到每一个人给你一份，所以我大概印个十五六份，大家等。这个东西啊，朝廷当然是当时这些中间这个拿淡水，所以为了这个原因，板桥不是雾峰林家的林朝栋还曾经发他们自己家的家财守台湾嘛，哎。第二年那一年的元旦那一号，哦，台湾教会公报就刊出他对国事的声明跟建议。这个教会本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一个改革教会，他一个概率的话慢慢走进的那一直越来越是越是往我这个方向走，我帮忙才有帮忙。一个就是上麻将，因为那个蔡培我自己觉得他已经不是不好意思讲青年，他已经三十岁了，林成禄已经三十几岁还讲青年，哈，哦，就是老太婆，你还自己跟人家装可爱，就是不好意思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就叫台湾，那认为这都办的刊物叫台湾，标榜看的人也是只要对台湾有兴趣，他就会看。台湾青年有些人就不好意思看，因为台湾青年里面搞不是弄弄啦，里面在讲手机啦，里面在讲什么那个我不相干的。台湾那就台湾人就看啦，好，哦，那你跟他看，他你跟他看他办了。总之哈，办是从月刊，那个变化是从月刊变到半月刊，变到旬刊，旬刊就是十天一次的，变到周刊，变到日刊，变到日晚报都有。那个是他们努力的方向，哎，终于达成了。可是呢？